行，啊、哦，可以把奥斯摩扣在身上，啊、哦，背着走。补光灯，收音麦克风指向型的，加上这个滑轮，啊、哦，加上这个滑轮，可以在车子上，啊、哦，钣金、桌子、任何的平面做弧形的摄影、圆形的摄影、直线的摄影、横移的摄影，啊、哦，它不会有起伏的问题。再来配上这个风火轮，啊、哦，还有配上这只摇臂，这只摇臂呢？4.8米，哦，摇臂的部分4.8米，加上脚架有1.5米，哦，这样子撑上去呢，可以大约在6米的高度，哈、哦，做控制拍摄，哈、哦，尤其在庙会的时候，那在风景区的地方呢，哦，更是无死角的进行任何的录制工作，一个人简单的装备也可以拍出精彩的画面。